美术室，所以我们要去美术要小心，是不是？干，早知道不看了。双腿之间的魔鬼啊？什么？啪啪啪！是谁把这种书放在学校的？看不懂啊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写乱码欸。送机的冒险，为什么又变送机了？到底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的名字，为什么他们名字在变啊？是吧？送机、二机、阿机。炸鸡、小鸡鸡，什么都会有鸡，那什么样啊？盖章，怎么样？只是小学生的童话故事，是这样？你看到小鸡鸡了是不是？亡灵，亡灵的力量以生前的怨恨与伤成比例成正比，但他们也有弱点的。他们摸不到自己的肉体，只要破坏心脏，亡灵就会消失。此外，亡灵害怕的事与生前相同，一共亡灵产生害怕情绪，力量就会消弱。应该是一旦亡灵产生害怕情绪，力量就会消弱。打错字，可能他们那个字没有注意到。能有那么容易啊？我是不知道啦，我只知道我每次看那个灵异小说的时候，他们对付亡灵是真的是对付的头很大的那一种。笑死。所以我们啊，我干嘛要再看这个啦？我觉得重点只有这个消守示众，他让我联想到的是那个老师去世的时候的哦，图书馆。哎哦，他们是相通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就先去存档好了，先去那个什么地方存档。嘿嘞，嘿嘞，嘿嘞，哎，这二楼这里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化学室是空的嘛？哦，这个是记忆吗？只是把这个倒进去，会有新的反应。目前要不要试试？真的吗？我来，哎，等等。莫雪，你拿错了。哎呀，又是你们四个吗？怎么样？我没睡觉哦，我没有哦。原来你在睡觉啊！死样了！以前的我们明明相处得很和谐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种关系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变成现在这种关系，所以害怕他们现在关系不好吗？是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对，可从刚刚的回忆看出来说，他们以前其实是很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的，四个人一组这样子，就很明显就四人组了。你在这边也可以存档。这是消守示众，所以到时候还会有出现剥皮凌迟那种酷刑哦，是恶刑。这里吧，需要在这边找钥匙、垃圾食品，他们吃的东西、衣物，找到100元，是他们不收我们就收下了，这不关我的事。有张小纸条，老师一定会回来找钥匙，所以要藏起来，藏到食堂的桌子下。哦吼，这丢啊，哎，还赚了100块。超爽的啊！捡到100块嘞！嘞，送啊！捡到100块就是爽的啦！嘿，走吧，这里，我们就在食堂分头找吧。我去下厕所，我紧张。废物，废物。别老这么说我行吗？那你勇敢点啊，白痴！我和你一起去，这种情况多一个安心点吧。兔子，你不别多管闲事，他一个人去不就行了？也不是，我们走吧，墨轩。我们先一边找一边等他们吧。好吧，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你闭嘴。
在这里等他们，干，完了，呵呵呵呵呵，可以买，吃掉没屁用的饭盒，那这个呢？也是，那你干嘛？我看，吃掉没屁用的饭盒，人家等级软病，燃病软，什么东西？吃掉。哎，可以升级哦。什么鬼？这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这怎样？这设计怎么回事？你太高职业了吧？我给你升级欸。他们为什么关系会变那么恶劣啊？尤其是那个谁，金宇对莫选态度更明显，他宁愿去照顾那个。照顾兔子也不要理会那个谁，默雪。哦，有贴东西，办公室要。哦哟，我靠！突然变成儿戏了，而已吧？那个又打错了，你不会被这样吓到吧？你看桌子上是什么再说吧。又是一个人头，到底想对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赶紧走吧，这地方对我们不友好。哦，哦，还会过来？那是自己掉下来，对吧？吓死人了！刚才不是开的吗？而且食堂的门根本就没有锁，可以上锁啊！是卡住了吧？可恶，到底是谁？兔子，喂，兔子，听懂吗？厨房还有后门，对吧？我们看看。人头，就这个东西吓我们，要砸对吗？砸！叫你吓我，这东西不过是用来看的。有东西这样狠狠的砸到地上，如果是谁把我们困在学校里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哎，他们越摔越起劲呢，什么鬼啊？真是太好笑了，他们越摔越起劲，还给自己的理由完整化，急死我了！一定有什么办法，我们到处找找。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吗？也没有啊，灭火器啊，这个应该有用啊？为什么？灭火器应该有用？要吃吗？吃掉苹果？好吃是好吃，但根本没帮助啊！蔬果。我把它用到前面，然后再使用物品看看好了。但是这找不到钥匙，但这种老旧的木门，能折开对吧？砰！我们由后面去找，去一楼大堂找兔子吧。他是说找兔子，不是找墨轩呢？他们两个干嘛？我在这里等你。好，好尴尬，他们到底怎么了？看他不是长一脸娘气，超胆小的，吓他一下会不会尿裤子啊？看他还现在，看他到现在吧，还吓得像小兔子一样发抖呢。以后叫兔子最适合了，哈哈哈哈。我说这家伙真的是男的吗？我们来证实一下吧。来来来，脱他衣服拍照哦，然后把他扔出去。等等，住手！不要！快啊，快拍，快拍，快点！哈哈哈哈哈！喂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难怪兔子最近又怪怪的，原来是你们。莫玄，啥？这不关你的事吧？快滚吧你！我不介意，现在去叫老师。你走着瞧。谢谢，帮你是应该的。刚才是回忆，为什么突然想回想到？手机在哪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怎么突然尖叫？我只是被你突然出现吓到，那就是没事了。我们先去和他们会合吧。这是默选吗？这个回来真的是默选吗？我怀疑哦。要是突然出现呢？这个真的是默选吗？
先去食堂找他们。我想存档啊，奇怪，里面没人，他们去哪了？兔子，哎，你们怎么从后面走出来的？有人在玩我们，刚找到办公室钥匙，就关灯还塞住前门，除了桌子多了几个人头没什么，找不到后门的钥匙，直接把门给砸了。但是你看，现在门没关啊。靠！对了，刚才厕所找到的202宿舍钥匙203，我们现在去宿舍看看。你不是说我们也知道的？我觉得忍耐就快到极限了，虽然一直笑笑的啦，但感觉他应该很生气。哦，202、203，啊，我的线一直掉，等一下，哎，啊，应该不会掉。202、203宿舍钥匙，哦，这里是不是越来越暗了？奇怪，是怎样？为什么越来越暗呢？哦，我们就是先用钥匙吧，这里是203吧，对。Open，等一下，我觉得，我先把可以驱魔的这一位换到前面来。诶，哦，对，他们升级了哈，来吗？补个血，好，继续。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